开启了，我们的幽梦出来人员进行沿路的清消。那宝宝目前转出我们加护病房，但是还是在这个单人的隔离室做隔离。目前宝宝的健康情况其实一切都非常的良好，应该近期就可以出院。妈妈目前还没有跟宝宝有接触过，不过我们尽量就是用的视讯让妈妈看宝宝。那喂母奶的这个部分呢，但碍于国内的疫情现在还没有就是很明朗，我们目前还是比较谨慎，就是请妈妈先收集母奶。那母奶也经过检验，目前 PCR 其实是阴性的，那反而是抗体量是高的，所以之后这些冷藏的母奶之后是保存起来是可以喂宝宝的这样子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祝你